托加藤鹰先生是日本唯一一位打鼓不会带鼓棒的人。但是他骂的时候呢，叫你把手伸出来，然后手可能被喷了一些不明液体。说他想要拿柜子里面的女性内衣，要拿出来的时候，结果就被发现了。对，他在找嘛，他在帮忙演。One, two, welcome the superstar 加藤鹰先生。すみません。あなたは日本語比赛です。日本語喋できないです。来。露露露露。Say hello to everybody。大家好，我是加藤鹰。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很多相关的影片，有加藤鹰先生都没有变过，从我们小时候开始，哎，都没有改变。因为今天我们是要来这个考演技，所以我要问他演技的方法。那很少就来宾出来，还有比他更大咖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还有没有他，我们节目还真继续不下去。还有吗？一起来欢迎我们漂亮的翻译小姐。早该进来了。你好 ，Say hello。你好，我是翻译。是翻译。怎么称呼呢？翻译。那大家要叫我爱讲，爱讲，爱讲。哦，爱讲，爱讲，请关你闸口。爱瓜了，爱瓜从小肚皮都。爱瓜了。哎，这问一下加藤鹰，这个第几次来到台湾报道？もうそうですね。七回目ですかね。七。小问题也了解一下。他这头发在哪里烫？为什么要问这个？かっこいい、かっこいい。これはあの日本の表参道ってところで。我在日本セット的啦。表参道，因为他还说表参道，他真的有想地点哦。对对对，那这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可以来增进这个演技，增进演技，增进演技，讲就讲，手在干嘛？我这演技，演技，演技，来，这种。まあ僕はずっとあの自然体であまり過度にあの演技をしようと思わないことがいいのかなと。そうです、伊工さん。他觉得就是越自然越放松，不要过度是最好的。哦，放松说的对。Relax。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加藤鹰先生，他有金手指，非常 Golden Finger， 对对，他这个如何？所以他本身是吉他手的。Jundo 稍微冲击一点，不能那么嗨，有一点冲击，已经快滑倒了。怎么？喂保护？怎么保护这个手指的啊？保养保。でも一番最初今言われたんですけど、実はあのギターじゃなくて僕はあの真的ドラムやってたんですよ。真的弹。但他是打鼓的，对，不是吉他，不是吉他，不是吉他手。对，听说OK，好好好，鼓手。听说加藤鹰先生是日本唯一一位打鼓不会带鼓棒的人。秀一下了，大きいです。哎，そうです。哎，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あなた大きいです。不要乱讲。素晴らしい。什么乱？すみません。什么？すみません。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其实啊，他的本人呢非常好相亲切。对啊，这一趟到台北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啊？今回はちょっとあのスワッグさんとコラボで、お、そう、そう、这就是跟那个 Swag 有合作、哦，哦，平台了，对，一个台湾的平台。哦，那我希望他在台北的这时间呢，可以非常开心。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一个电话就来了。ちなみにもう僕来て9日目で、哦，明日帰ります。他今天已经第九天，明天就回去了。择日不如撞日，最后一天。对啊，我们想说，我们可以尽尽地主之谊，对不对？吃最好吃的，招待喝最好喝的酒，对呀，见最美的美人，
结果他明天就走了。结果哇，太好了！今天我们就要请他来帮我们的这个评审。对。然后呢，同时啊，因为这个加藤鹰先生明天就要走了，所以今天时间仓促。对。所以我们请他就来当我们第一关的评审。是的，是的，好不好？来 ，Let's sofa take a seat here. Thank you. 这个加藤鹰先生就聊起来，他说麻将分五段，对不对？但是性爱分十段，还有变数，有等级。打麻将是用枪摸牌吗？啊！受不了了，来第一位，来我帮你抽还是什么？好的，宪哥，随便抽了。好的，好，没事。只能我看吗？因为反正家庭先生也看不懂。啊，有点难呢。计时一分钟 ，Let's go。十秒可以再补充啊，四十秒差不多，知道打哦，很显然有装可爱的部分。时间到，这个版本的装可爱。OK, now can you tell us what your performer is? 今のはですね、カンニングをして見つかってしまって、手を見せろって言われたら、手にあのわけのわからない液体がついてベタベタですよ。愛ちゃん你笑成这样。你笑成。又拉丢脸。前面讲蛮震惊的，他说就是可能在考试的时候偷作弊，不小心被发现，然后就被骂了。但是他骂的时候呢，叫你把手伸出来，然后手可能被喷了一些不明液体。OK 了，好，我们本席给九分，九分，很高很高。好的，第二位，来，嘉奎老师哦，所以有一分钟，你们都可以慢慢演，对，可以自己加，我随便帮你抓一个了啊 ，OK， 哦，好 ，OK。这个这一分钟有点久了哦，有点久，对啊，不然你演完就跟我们说 OK， 可以啊，哦，好吧，你如果很短时间表现得出来，我们也送你厉害了，演员 ，Let's go。住哪？你应该是住永和吧？为什么？JK 人家莱茵河，莱茵河，好 ，OK， 来，加藤鹰先生，好。あのロッカーに入っている女性の下着をこうやって探していて、見つかりそうでやばいって言って、やばい。扉に行ったらそこにガラスがあってぶつかってわお。哦，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他想要拿柜子里面的女性内衣，要拿出来的时候，结果就被发现了。对，他在找嘛，他在帮忙演。对，然后后来就被发现了，想说哦，完了被发现，然后就不小心撞到玻璃。哦，一定要有这些了。你算是被加藤鹰的牙给害了。恭喜获得八分。请问那个加藤鹰先生，日本最大的便利商店是哪一家？
Seven Eleven。Seven Eleven。好，那进去有音乐吗？冇。Seven Eleven， 一起不？啊，是歌哦。有 Seven Eleven 真好，类似就对了。哦，日本有日本的歌了。也是有一些啦。哦，开门都有。Seven Eleven 里面有卖一些情趣用品吗？哦，但是有小朋友情趣保险套。Thank you, Tango, Tango。哦 ，Tango 有，真的假的？啊，什么什么机的？就是那个飞机杯，男生的对啊，那种飞机杯，飞机杯啊 ，Tango 啊。那我们还是要深入了解，深入。真的有，一定有，一定有。会不会因为日本呢，这种怪怪的人比较多了，所以哈，他会不会就飞机杯用完之后放在卖咖啡呢？呀，美味しいですか ？Espresso，Espresso。No， 浓缩，那个是浓缩了。浓缩的，八